美商店最老牌的赛车游戏《极速快感》，从1994年的第一作到现在，已经历经了十几年的历史。而系列最新作品《进化时代二：全面解放》也即将在3月29日发售了。《进化时代二：全面解放》真实无比的物理机制，赛道与车辆的写实模糊，令眼睛难以忍受的飞驰速度，加上全新安全帽、摄影视野，让玩家身骑力尽冲向终点线，途中的每次擦撞震撼。而玩家的车手之战也不会随着抵达终点线而结束。进化时代二全面解放采用了先进的 Autoledge 机制，不但使竞速游戏跨入崭新境界，更让玩家能够及时的与好友动态分享及比较生涯战绩、车手档案、图片、影片和个人最佳成绩。